事儿，媳妇儿，你我媳妇儿特别了解我的意思。哎，对喽，媳妇儿，就这么的。哎，你看，媳妇儿，看不着，降下去了。哎，再开一次锅，是不是？老铁的意思就这意思，二开就熟了。家人们，为什么说一开就熟呢？家人们，因为这是鸡肉的，知道家人们，这个鸡肉的话比较好熟。啊，知道吧？爸爸，你可别说了，你太恶心了。唠叨。欠欠的，你说我说对不对，家人们？对不对？我上倒点凉水，再等它开一下子。谁挠的？谁挠的？刚才着急了，小石头蛋子挠的，家人们，小石头蛋子挠的啊！他着急吃饭了，饿了，想挠门呢，挠门呢，家人们啊！等会儿好了啊，家咱别着急，家人们啊，别着急，马上开饭啊，家人们。这个石板大米拍不拍，家人们啊？石板大米45.9十斤啊，家人们，大伙一定要尝一尝咱家这石板大米，老铁们，看着没？尝这香啊，家人们，这是尝这香米，没吃过，大伙一定要拍的啊！你在媳妇，咱稻花香那个米还有没有了？吃完了。吃完了，没有了。稻花香那个啊，你就拍这个大米就行，家人们，这个尝这香，尝这香也非常好。啊，尝这香米也非常的好，你看家人们，大尝这，全是稀米，全都是稀米，泡也泡熟了。你是 CV 看鱼尾狗吧，狗都急完了，还差一锅呢，家马上了，那个出锅就好了，那个出锅就好了，家们马上啊，马上就出锅啊，开锅了，好了，新米啊，咱们全是新米。媳妇儿，我感觉这回应该过两遍，你过两遍，媳妇儿听我的，因为咱马上就开饭啊，我怕狗蛋着急再给狗蛋烫着，媳妇儿。你这。啊，你就爱狗，不爱我了。我爱你。那你害怕狗袋子烫着？那对呀，那怕狗袋烫着还不对呀？不对，那你怕我烫着才对呢。我不是小孩啊。那你吃吗？你不吃饱了吗？你不吃饱了吗？我还没吃呢。媳妇儿吧，姑娘说话挺扎心的啊。媳妇儿是不是有盖帘有造诣啊？媳妇儿啊，直接拿这个给我蒸包粘包米。媳妇儿，直接给我蒸一包粘包米，无敌了！媳妇儿，省资源。妈妈，跟着我媳妇给我蒸包粘包米啊！你今天拿这帘儿，粘包米呢？媳妇儿，给我蒸包粘包米吃。蒸一包啊，家人们。不，这水有点多，哎，烫手烫啊！行，打开媳妇儿，打开，蒸包粘包米快。粘包米拍一发八棒啊，家人们，这粘包米老好了。老好吃了，29.98八磅。媳妇，你吃不吃？你也蒸一包，你也蒸一包。我不吃了，我得赶紧哄孩子睡觉。你不看点儿？行，我知道。你想让你姑娘12点睡觉吗，老铁？媳妇，这不才8点，是就10点半吗？那你想让你姑娘几点睡觉呀？我寻思让姑娘就是10:40，还有16分钟就睡觉了呗。媳妇，你小心，哎，小心，别滑。滑手，媳妇儿，媳妇儿手太嫩了，别滑手，媳妇儿千万别滑手啊！哎，好宝啊！粘苞米8磅啊，家人们啊，8磅29.9啊，好吃，咱们嘎嘎黏糊。好了，这就好了，这就好了啊！看谁少，你看谁少，哎，这行，这行。哎，媳妇儿，你说这里边有50个饺子吗？是不是有了50个饺子？
没果蛋的五十个饺子。哎呀，能吃吗？能吃了，你放心吧，吃不了我吃，吃不了我吃。爷爷给你抠脑袋上吃吧，看什么东西。还多吃不完。嗯。腐牛蛋的就得干一盆一盆多，老铁们，腐牛蛋的，你太小看腐牛蛋一顿饭量了，家们，腐牛蛋的一次吃果篮都吃的这老些，知道不，家们？那小迷糊，小迷糊就吃大半盆子，一盆将近。吃得了，指定吃得了，家们，指定吃得了，你放心吧。来，开饭，拿手机来，媳妇儿，你拿手机来，马上开饭来。这可比我强，我都没吃到饺子。我拿吧。你我先把狗蛋子，我再先给端了，行行行，来媳妇来。上饺子啊，哎，上饺子，上饺子啊，不知道，快来快来上饺子，过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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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这样，啊，来给我来。谢谢谢谢宝贝，啊！哎呀，上饺子啊！哎，行，行行，挺好挺好。哎，再给一盘，好宝好宝好宝，上饺子了。哎呀，你看能不能吃了啊，家人们？老师帽子摘了他，耽误吃饺子啊！给老师帽子摘了他啊！你们关一下他的，你拿我媳妇来，过来来宝宝来，来来妈妈，我听你话吧。嗯。来坐这儿来，老师帽子摘了，帽子摘了。妈。嗯。不拿了。好乖乖呀。嗯，好乖乖呀。好好好。哎，他们已经放出去了，你妈！吓死我了！你看媳妇，你给我高兴坏了，狗蛋吃饺子我都高兴，操！你别整了，啊！对妈呀！快过来吃饺子了，快吃饺子了！我坐那儿就好了。酸菜肉的不是，一二不是，是给他们包的是那个鸡肉、胡萝卜和。那个西兰花的，哎，脑瓜，脑瓜的，脑瓜的都成浆糊了，老铁们都不是，我都不知道我说啥呢。妈妈，做好了，做好了，做好了。十二个狗蛋子，加上盘加六加六等于十二。啊，对。哎呀，十二个。狗蛋吃饺子比自己吃都高兴。等会儿啊，我记录一下子啊，不要坐起来，不坐起来啊，别说话啊，宝。等会儿啊，等会儿吃，准备把臭饺子，臭饺子。四碗饺子我累不行。四个人累不累？我还需要时间。那他还累不累？不能坐好，我这我这一盘啊，这一盘谁都不能多吃啊，不能因为小子干架啊！我先给狗咱俩闻一闻味儿啊，先闻闻味儿啊。哎呀，啊，等会儿啊。
今天都吃啊，都不是吃饺子了啊，一个狗大的吃一盘，一二三。嗯，那咱们吃了啊。老四老大，哎呀这肥妞啊，这塞了香不香，塞了香不香，哎香啊，明白，哎呀吃这烂了啊，香嘎香，太香啊。老大老大吃的真斯文呢，你看你看你看能不能吃了，你们就看能不能吃了就完了。这 seven 吃的也斯文、啊、seven 一个一个吃啊。小明呢，小明不吃了、啊、小明他们家吃去了。他像小石榴的。哎，小迷糊叼回家去，你看看啊，小迷糊往家叼，他妈的人家都一会儿都吃完了，他还往家叼着呢。你说你就在那吃呗，吃个饺子，坐咬你离远点，要不直接狗狗咬你。嗯。哎，老四就守着他自己这一盆吃，看见吗？迷糊拿走一个吃一个啊！这家。拿进去了。啊！迷糊拿一个吃一个，拿一个吃一个。谁吃最快？这玩意谁吃最快？虎妞吃的最快。快吃没了。吃没了。哎呦我的妈！这造的。还怕你？哎，你说这迷糊蛋子，这不就是丢了这丢了西瓜捡芝麻吗？这不啊？老四，你吃饱了？老四，哎，老四吃完他那盆他就走了。迷糊寻思，这饺子太香了，我别拿回家了，我就直接在这造吧。这迷糊说这饺子太香了，我别拿回去了，我就在这造吧，一会儿都让他们造了了。这家饺子给我弟家吃。嗯呐，小石榴这是，哎呀妈，这腐妞吃老多了，腐妞。我就说这饺子肯定能吃了吧、哎、你看腐妞这个碗叫一个那个碗里，再问说你别快别吃了，快给我吃光了。三不愿意，往前点，往前。三不愿意。你看，腐妞把三万把腐妞说走了。三万说：“你们都别吃了，都给我抢光了。”他说就这两盘了，我还不够吃呢。嗯嗯，土高，你快给迷糊拿几个，迷糊都没吃几个啊，都让腐妞造了。迷糊给我再把那个迷糊拿两个，拿那个盆呗，那个盆你给你过来，来，快回家，我回家吃冰块。为啥？我是笨。想冰浪了啊！别想冰，关键我给拿回去了。嗯，看明吃去吧。这迷糊，这迷糊就是在家吃安全啊！这家5000人看咱家狗蛋的吃饺子啊！老大吃着呢，三也吃。哎呀妈，这老四吃打嗝了。哎呀妈，我都迷糊了都。这家，嗯，不对呀。你别过去，我帮你。我迷糊。真胖乎啊啊！你等会儿的呀，媳妇。你咋了？啊，行行行，嗯、啊，行，走吧。你要干啥？没事。那还好吧。你在麦这儿呢吗？我没在麦这儿。嗯。好了。吃吧，吃吧。给我发段子啊，家人们。玉米熟了。
等会儿吧，你等会儿吧，家们，玉米好硬，等会儿呢。我都吃完了吗，家们？总共300多个饺子，家们，咱家狗蛋蛋一共吃300多个饺子，啊，没少吃吧，家们？啊，是不是？真热闹，你就说我家呢啊！你这小狗蛋这帮狗蛋都能吃，把你媳妇累坏了。谢谢我媳妇了，谢谢我媳妇啊！明花，你要不吃的话，你给奶奶留着，这你这是给奶奶留的吗？明花，啊啊！你这两个饺子是给奶奶留的吗？明花，啊，你给妈妈留的呀？不要你了啊！你们可以给我媳妇点点关注，家们啊，一号麦是在线主播一号麦，就我媳妇会平时她没事我不播她播，我不播她播，然后呢，我媳妇会给大伙儿拍一些咱生活一些日常啥的，老铁们，你们如果喜欢看的话，你给我媳妇点点关注，就比如说我媳妇愿意跟狗子给狗子整点吃的呀，哎，咱们天天包饺子就是我媳妇包的，老铁们知道吧？啊。你们可以给我媳妇点个关注，在线主播一号麦，老铁们啊，对，给他点个关注。我媳妇静播，老铁们，咱这超级管理员啊。如果点不上关注的话，家们点不上关注的话，你们给他点头像，点上主页，上主页里边给点关注，都能点上了。点了，感谢家们啊。虎妞蛋子他自己进来的吧？啊，家们，虎妞蛋子是自己进来的吧？啊，玉米好了，玉米面好呢吧？好了吗？没有好了吧？虎妞蛋蛋是自己进来的，看着家吗？这门是关上的，他过来喂孩子来了。他，你看虎妞蛋蛋现在吃完饭就喂孩子。虎妞，你说称职不，家吗？老称职了，虎妞，自己进来的，他知道自己吃饱了，自己吃饱了回家看孩子，给孩子吃饭。啊，你这孩子多听话，虎妞表现真行，家吗？啊，母爱，家吗？这就母爱啊。今晚不用吃饭了，家们，今晚啥也不用吃了，啥也不用吃了啊！浙江宁波那是谁？浙江宁波那个是谁？我不知道啊。浙江宁波那个是谁？宁波？不知道。哪个浙江宁波的？啊？二号，二号麦，浙江宁波的，浙江宁波的是虎妞，三幺加虎妞，这是咱家粉丝啊。我媳妇在在线主播一号麦，家人们，我媳妇在线主播一号麦啊，有意思啊，家人们，咱家直播有意思啊。你们愿意看咱们家直播的什么啊，愿意看咱家直播的。没事你就看咱直播，以后吧咱们多给狗大大做好吃的，对吧啊，咱们多给狗大大做好吃的啊。嗯。多给虎妞吃点。咱们虎妞吧，今天吧咱就给他 吃挺多了，说实话，兄弟们。冬至了啊，今天咱们吃饺子啊。小狗多少钱一只，上车，家人们。想要小狗的话私信主播了，怎么啊，私信主播。哦，好了，好乱啊！拍蛋玉米，感谢玲子，感谢玲子啊！谢谢家人们啊！狗宝一个比一个猛，一会儿还得给小狗宝喂奶粉，家人们，咱一会儿给小狗蛋子喂奶粉啊！一堆小可爱。私信你怎么不回呀？我一会儿就回，家们，私信人太多了，老铁们，私信我人太多了。
啊、哦，哎，我一会儿还给小狗蛋蛋给他们做点奶，煮点奶，啊、哦，吃饱了，我看粉蒸蛋吃没吃饱，我老四吃没吃饱，老四来，老四躺这儿，我看看，四哥，哎呀，我四哥肚子饱没饱？四哥来看看，哎呀，四哥大肚子，这肚子饱了，家人们，你看老大肚子也饱了啊，哎呀，迷糊那俩，迷糊那俩，那俩那个那，啊，吃完了，吃完了，迷糊。啊，这个盆儿老爷可以拿走吧，迷糊，这盆儿是不是老爷可以拿走？啊，你看盆儿可以拿走，咋拿都行家。你看迷糊蛋有时候迷糊蛋护食的，你看这盆儿怎么咋拿都行呢？那他不生气。你看，你看小迷糊来把盆儿拿走了啊！你看，家伙咋拿都行，这里边又有饺子，小迷糊蛋指定不愿意啊，他指定不愿意啊。四个蛋怎么了？四个那个蛋皮，家人们，他那个蛋皮发炎了。有点发炎啊！我给狗蛋整点水啊，家人们，蛋皮有点发炎了啊！哎，给四哥手雷那个皮发炎了。折腾了好几个小时，家人们，给小狗蛋蛋整点东西多，是不是家人们？也不容易，给小狗蛋整这么多，是饺子，三百多，现在400个饺子啊！抹药了，家肯定不给他抹药啊，给他再一的上边就是不让他舔啊！哎呦我操！哎呦我去！都鼓到泡了，看了吗？都鼓到泡了啊！粘苞米，家人们啊，这粘苞米嘎嘎黏糊啊！烫吗？烫死我了！啊，哇，这么烫呢？啊，完了，嘴皮子烫坏了，操！粘苞米拍一发八根啊！哎呀妈，捂着嘴，一会儿再吃。又在吃，咱先给小狗蛋子给它煮奶，老铁们，啊，先给小狗蛋子煮奶，因为小狗蛋子没吃饱饭，啊，哎，一会儿啊，帽子，等会儿啊，我去拿奶去。先把这刷一下吧啊，先把小狗喂饱它，咱们啊，先把小狗喂饱了再说。这里边有奶瓣儿，又买了什么？有奶皮子。看小狗就看小狗，没关火，水没关，什么玩意儿？水没关，关了，水没关，一分价钱分货。啊、哦，那边那个水没关，好，这他妈谁干的啊？
这谁干的？谁他妈尿门上了？谁往门上吃啊？谁往门上吃的？操你哥，这个他妈老四。哎呀，气人呐。给我回去。等会儿呢啊，家人们啊，等会儿呢，我得把那个擦一擦。老四可气人了，老四可气人了，哎呀，我的妈呀！哎，哎呦我操！服了。奶好了，哎。
这谁呀？这羊奶怎么还没好呢？哎呀，这个好了，开锅了啊！行了，这个好了，我整了半天。好了，好了，好了，一会儿呢，我给装上，装上瓶。老四怎么了？老四刚才吃没人哪都是呗。粘苞米是八磅粘吧啊，粘苞米想拍粘苞米的好朋友们，咱们可以拍的啊。八根八磅粘苞米啊，我先放这儿，我把奶灌上它，我一会儿还得喂小狗呢，任务比较艰巨，妈家的，任务比较艰巨啊。倒盆凉，不用倒盆凉，倒盆凉慢，直接倒瓶子里边凉就行。
我一会儿把这个，我直接把这个瓶儿我放水池子里边，放凉水池子里边不就凉了吗？咋办？啊，我那屋我一会儿直接放在那屋凉水池子里头，在这个过程当中，我把那个狗尿垫子给它铺一下子。家人们啊，趁这会儿功夫，家人们，三幺弟来根粘苞米吃，家人们，这粘苞米没拍，待会儿一定要拍的，拍一发八棒啊！越的不硬，啊，粘苞米好吃，玉米几斤到？我今天拍，明天发，三天两天就能到啊！好，嗯，我拿那屋去，嗯，我晾一下子。放这地方。嗯，放点凉水，凉水池子往这一放，好吗？一会儿就凉，一会儿就凉了。虎妞去哪儿了？虎妞在那边趴着呢。虎妞刚喂完小狗啊。这样凉就快了，一会儿就凉了，基本上啊。我这会儿功夫，家人们，这会儿功夫呢，我把小狗蛋这个尿垫儿，我得给它铺上它啊，家人们，这尿垫子啊，要不太埋汰了啊。我把手机试下放这会儿，你们在这看着，家人们啊。
等我等会儿，等会儿别着急。哎呀，我的妈呀！我跟你们几个真上火了啊！那你们上那边去行不行？你们上那边去行不行？上那边去行不行？行不行？你们上那边去，等我铺完的，等我铺好的，行吗？不行，手机没有电了哈。啊！这小子跟着干啥呢？七个，怎么走不开呀？地方，我回牛奶也差不多了。还行，不凉，肯定不带凉的，因为这头是烫的，知道吧？这头是烫的。常温，常温。正好差不多，这个有点热，这有点烫手。喂小狗啊，干嘛？两瓶一起喂不行，两瓶一起咋喂啊？我总共有两只手，我得捧一只小狗，喂一个，拿一瓶，拿个奶瓶，捧一只小狗，拿个奶瓶，啊，
好了 ，OK 了，现在正好了啊，这温度正好。好了，欢迎大家伙啊！先从老几先吃，咱们先从老六先吃吧。咱们今天从老六开始来，行吗？先从老六开始来。啊，你看着啊，家人们，你看这帮小狗啊，这帮小狗啊，开饭了，孩子们，开饭了，开饭了，开饭了，宝贝们，宝贝开饭了，开饭了，宝宝们，开饭了。啊，开饭了，宝宝们啊！嗯，快来快来，小老爷这来，快来快来，开饭了啊！开饭了，孩子们，开饭了啊！好宝啊啊，宝宝都有份儿，都有份儿啊！好啊，好好好好好！哎呀，这小宝宝们真听话，都来找老爷来了，是不是？啊，都来找老爷来了，闻着了，都闻着了。哎呀，好啊，搂怀里来了，这回都抱走了。啊，你看，家人们，这回老爷可都得给你们抱走了啊啊，吃饭了啊，吃饭了啊，这可新了一个一个小狗。哎呀，哎呀，好，嗯，吃饭吃饭啊。吃饭了，稀罕稀罕啊，稀罕稀罕，啊啊，哎，哦，稀罕不够，这帮小狗蛋啊，你看，稀罕不够，啊，这样呢，先让谁吃？先让老六吃，啊，哎，那先让老六吃，好，老六。咱们这压缩毛巾，这个压缩毛巾是9.9元20个，19.9元50个，29.9元100个。家人们，压缩毛巾啊，压缩毛巾，大家伙家里没有了的，你们可以拍一个啊。这个压缩毛巾都是加厚的啊，轻不够。9.9元20个，19.9元50个，29.9元100个啊。采奶呢还？他们不会采奶吧？别喝多了，别喝多了，喝多了能拉肚子啊！这个，最小的是老几？老三，哎呀妈！小老六，哎呀。啊，肚子擦吃的嘎嘎鼓的，把肚子吃的嘎嘎鼓的，啊，喝了100毫升，喝了100毫升，家人们，小狗蛋子喝了100啊，哎呀，啊，然后呢，谁？小老七，小老七呢？再给小老七啊，小老七啊，这剩100。感谢我亲家啊，感谢我送的打火箭啊。先给我亲家点点关注啊，家人们啊，给我亲家点点关注啊。一号麦啊，家人们大家关注一下子啊。老四的爸爸，老四的爸爸也是这帮孩子的爷爷啊，老四的爸爸
也是这帮孩子的亲爷爷啊，家人们，这帮孩子的亲爷爷，你们可以给点点关注啊。这个就是老七，家人们，这个我现在拿着就是老七。老七现在吃了。不吃了啊，不吃了是不是？哎呀，老七吃饱了，家人们，老七吃饱了，看了吗？小肚子，小七吃饱了，家人们啊，小七吃饱了。哎呀，这小老七就是速度可大了，看，家人们，小肚子吃的啊，嘎嘎带劲。哎呀，吃这么骨折吗，老七？啊，好饱啊，小老七吃这么骨折，骨折啊，老七啊。老五呢？小五呢？小五啊，等会啊，我再给老五整点，我再给老五整点。老五有点少，我还有一瓶呢，还有一瓶呢，家人们啊，还有一瓶，一会儿还有，一会儿除了这两瓶还有呢，家人们，有的是奶，有的是，谁都能吃饱，谁都够啊，家人们看不着，还有一瓶呢，看不着，还有一瓶呢啊，都有份儿。都有份儿啊，都够吃，放心吧，家人们，都够吃啊。锅里的奶凉了，凉不了，凉不了，家人们啊，凉不了，等会儿的啊，正好，家人们正好，一会儿拿过来啊。这一瓶的话，当装的大概得有200-300毫升，装的得有300毫升，老姐们，是吧？来，老七来。老五啊，这老五啊，加州毛巾9.9元20个啊，家人们啊，你们没拍过的可以用一下这个毛巾啊，家人们，每一个压缩毛巾都是独立包装，家人们啊，都是独立的包装啊，9.9元20个，老好用了，又能擦脸啊，家人们又能啥都能擦，知道吧？而且可以反复洗都没事，加厚的啊，它是一个纯棉的啊，压缩毛巾，小果卖吗？私信主播，家人们啊。想要小果的话，私信主播啊。我操，妈喝多了个屁的，这不是？啊，这不像喝多了个屁吗？从这点上喝到这儿，看不着啊？这老七，怪不得老七嗓子大啊，怪不得小老七嗓子大。你看看，家人们啊，看着，真能吃，看点肚子。买个老四的了，老四的啊，刚才是老五，对，刚才这是老五。这老四啊，这个小老四，那个老能造了，老能喝了。他们喝的羊奶啊，家人们啊，这小肚子吃的啊，来，小老三，
老二等会儿啊，小二啊，等会儿吃啊，小二啊。小老三，这不小老三，这不小老七，这小老七，这小老三，小三是最小的一个。这个小小狗裹这个奶吧，你得往外拽，知道家吗？为什么要往外拽一下？你越往后拽，它越愿意裹，知道吧？离它越近，它就越不愿意裹，知道吧？它愿意咬，知道吧？就离它远，就跟这个奶马上就要丢，你看马上就要松嘴，这样是最好的，知道吧？完了。这个让你喂的这个难受。行了行了，太多了，看着吗？看吧，啊，小三啊，小三，把点给二盒啊。大概有十，也是十来毫升吧。我再给二，我再给他整点去啊，家伙，再给他整点。老大还没吃着呢，洗手啊，稍微热一下吧，啊，啊，稍微加热一下就行，啊，稍微热一下就行，有点凉了。稍微热一下了啊，个子最小的是女孩，对，个子最小的是咱小老三，老姐们啊，小老三，啊，热一下，马上就好啊。粘苞米啊，大家伙没拍粘苞米的。粘苞米拍一发粑粑。稍微热一下就行啊，不用等它开锅，不用等开锅。
一杯，家人们。不行，有点热，有点热。明天买拉拉，想买拉拉可以私信主播啊。一人八十毫升。毛毛，什么玩意儿毛毛？还得凉一下子，有点热。拉了，小狗拉了，大狗是不是撑着了？撑着了大狗啊，大狗怎么能撑着呢？他吃多少玩意儿呢？撑着？你们说大狗不活跃呗？意思啊？啊？大狗不活跃呀？这不都在玩的吗？这不都在玩的吗？也没撑着啊？不可能撑着啊？啊？虎妞啊，虎妞是趴着呢，不知道吗？虎妞在这儿呢。来，小老二，我怎么感觉还有点热呢？不行，还有点热，我手心我都能感觉到热，肯定不行，不能太热。我跟你说，这东西这千万不能热了，这烫坏了个屁的了。可不可，千万不能给小狗烫坏了，烫坏就废了。七，老七吃没吃饱啊？老爷看看，老七呀、啊，你吃饱了？啊，耳朵越来越大了，嗯，耳朵越来越大了，啊，这我们的小老七越来越好看了，完了，啊，好了，小老二呢？小老二呢？老二啊，啊，刚才喝了点。让那啥喝的，现在这个是160多毫升，看到吗，家人们，160毫升，150冒了150，160，啊，每个果蛋80毫升啊。我跟你说，满月的时候更能看出来好看不好看，你知道我家吗？满月的时候，
好了，八十毫升啊。啊，小老二也吃饱了，家人看了吗？小老二也吃饱了啊，家人们，老二也肚子鼓鼓的，看，家人们，小老二，看小老大了啊，给老大了啊，老大点背了，老大最后一个才吃的，我们家老大最后一个吃才吃的啊。吃饱了啊，咋呀？你俩没吃饱啊？小老二也吃饱了，老二，嗯，那老二这不也饱了吗？老二，咋的六？咋老六？老六你咋的老六？嗯，你咋了？你不也吃饱了吗？老六，你最第一个吃的，第一个是不是就你吃的？老六啊，第一个是不是就你吃的？啊？那小点声，老六的小点声。嗯，饱了，都饱了，都饱了，这回。28号满月吗？自己算多少天了？28号满月，今天多少天？今天几号？今天几号了？23、24、5天，25天了吧？你干啥呀？你啥意思啊，老六？我没碰你吧，老六，我没碰你吧，老六，那你叫你啥？我掐你了，我掐你了吗？掐你脖子了，疼啊？啊？你看小狗哈，天生就跟人好，是不是啊？你吃饱了，快点下去吧啊！你都已经吃饱了，快下去吧啊！你快下去吧，你可别挨着我了。你这个六饼。你说老五大哥来了啊，老五，老五是我大哥，是我们家长得个头最大的大哥，老五，个头最大没有之一啊，家人们没有之一，小老五在家里个头长最大啊，看小老五什么样，家人们看小老五什么样啊，看小老五啊，小老五。长牙了，我操！嗯，
看，老五都长牙了，长牙都疼，我跟你说，长牙那么啃，这咬人疼啊。嗯，像他们咬人呢，但他知道不使劲咬你。哎，你说这小狗，他从小就知道不使劲咬人哈。呀，你看，家吗？哟，拉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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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我得给收拾了去。小老五好看吗？是不是家吗？小老五好看吗？啊，嗯，看见了。这是我拉稀的，这种状态不是拉稀，这种状态不是拉稀，没事儿，指定不是拉稀，什么拉稀全是水，知道吧？什么是拉稀？都是水儿，那种的话是拉稀，他这种不是拉稀，啊。这种没事儿，他喝奶，他只喝奶，他能拉什么干的呀？家人们，他拉不了什么干东西。那我就跟小孩喝奶的小孩似的，拉不了什么干的东西啊。他只要不是那么特别稀，像水似的，就不算拉稀啊。对，这种属于正常现象。小狗啊，小孩啊，家人们，他都是你那小孩，家人们，那小孩喝完奶之后，家人们，他们拉的不也是偏稀溜吗？啊，就全奶便，知道吧？那叫奶便。哎呀，像小孩一样，这种不算。嗯，正好，正正好好，恰到好处，知道吗？一点都不稀。嗯。你们知道他们为啥不动地方吗？家们，因为他们都吃，他们今天都吃饱了，今天都吃饱了，家们。我还有今天发那个段子啊，没有证书，这狗多少钱？有需要的私信我，家们啊，有需要的私信主播。好，家人们，私信主播啊，我晚上拍那个段子，你们没点亮给我点点亮，家人们啊，三更天晚上拍段子啊，咱今天晚上吃了什么？今晚这饺子吃的好啊！今晚这饺子吃的好啊！那行，谁把压缩毛巾拿出来？过来，老四，来，过来，来，手机没有电了，快过来！谁听话给谁好吃的？看着就。老大生宝好像6000，老这次便宜了，对。对，嗯，咱小狗5000块钱一只啊，家人们，起一个小狗蛋，每只来个特写专辑，满月的时候，家人们，满月的时候，马上就满月了，再过2天满月了啊，满月的时候咱们给一人来个特写啊，每个狗蛋子啊都能看清长什么样，现在看不出来长什么样。啊，满月的时候能看出来长什么样了。啊。嘚嘚嘚，这楼下有人吗？楼下。不知道有没有人。我也不知道有没有人。没去过，从来没去过楼下。也没上楼下去串过门。啊，但是白天有人，晚上到底有没有人我也不知道。嗯。白天反正是有人啊、哦，
总有人。老师咋那么红呢？四哥呀，哎呀，四哥这两天遇到的特殊情况，知道吧？每一只狗蛋子，公狗蛋子都有这么特殊的几天。我四哥也是遇到了点特殊情况，家人们啊，没想到让我四哥给遇上了，家人们。手榴弹皮，手榴弹，我四哥的炸弹皮，家人们有点那个啥，有点那个破皮了，知道吧？啊，这两天比较特殊，反正就那玩意儿吧，就你说那个炎症，就你说那炎症。好点了，家的啊，给我四哥上药了，老四，你看你别总是，哎呀，老四，哎呀，老四真行，老四，你别总是拿你那个后屁股冲着我，不好看，给治一治，治了，必须治，你不理我呀，什么玩意儿，9925，我要睡觉了，晚安。看小狗，刚才一直看小狗呢，咱看大狗吧，是不是？我手机没有电了，我手机就是没有电了，来充电呢，要不然一会儿就下播了。看我四哥多好，是不是？看看老大，老大来，老大今天刚洗完澡，多白一样，你看，哎，老大睡觉了，来，老大那个啥，老大洗完澡了，多白净，看看，你要想看，给老大洗完澡之后，你这毛多顺，看，想看，这毛多带劲，老香了，老大漂亮。叮叮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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
石榴啊，石榴也不过来呀，人家小石榴可那啥了，啊，石榴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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过来，石榴来，过来，咱家就是抚牛蛋的没给洗澡了，过两天满月之后给那抚牛蛋的给他洗一个，嗯，我还得我得去看石榴去，我得去看石榴。让小石头自己来，你也想，你想让石头看你，不可能，你得单独看石榴，嗯，专门的看见石榴蛋，石榴，你怎么事儿？怎么的了，石榴？啊？不愿动的，小石头不愿动的，就愿在这趴着，嗯，让老爷给你找个好点美容院啊，石榴。啊，别心情不好啊，石榴啊，老爷给你找个好点的美容院啊，给你做个美容啊，给你做个拉皮啊，到时候啊，石榴别生气啊，哎，现在头发长得长啊，没精神啊，等再长一点的，等再长一点之后，老爷给你做个美容去，给你做个美发啊，然后老爷给你做个离子烫啊，石榴好不好啊？嗯，给你做个离子烫之后啊，啊，以后小老四啊就更加的深爱你了啊，石榴可漂亮了，家小石榴啊，老爷给你拉直它啊毛，嗯，染一染，把脑钉染一染，染啥呀？你染什么色儿吧？你说。给小石榴染啥色儿？我跟你说，家们，你要给小狗染完之后，你就给它染深色的行，你就染它这个颜色的行。你要不给它染它这个颜色的，我跟你说，等过两个月之后，这个毛长出来之后老磕碜了，就感觉是狗蛋的身上好像长杂毛一样，知道家们？啊，除非它是，除非它不长别，它不长了，哎，还行。要不然呢，它身上就跟长了杂毛一样，不好看，老难看了，家们，你就。看吧，你看咱原先都染发吧，
啊，就是你染到一定时间之后吧，里边头发也本来颜色就出来了，知道吧？它颜色就分开了，不好看。啊，染绿色，给老师戴绿帽子，染绿色。我还给四哥戴绿帽子，好像我还用给他染色呀？我直接给腐妞大的给他找个老公不就完了吗？直接给腐妞大的换个对象啊，家们，咱给腐妞大换个对象不就完了吗？扯淡啊！让我四哥看见不行，家们，我四哥心里不舒服，不得劲啊！咱来一个让我四哥看不着的，家们啊，给俺家腐妞大的换个对象。啊，下一回腐妞再生孩子，家人们，让我家腐妞大的跟别的狗大的一块生啊，然后让我四哥去照顾，让我四哥去伺候，是不是行？老姐们，给腐妞大的找个别的对象，然后呢，哎，然后呢，生的孩子让我四哥去照顾，不就完了吗？给我四哥来个喜当爹不就完了吗？找个黑的，家人们啊！这一生孩子，给我四哥造一愣，脑瓜直冒烟啊！你说能不能，家人们，能不能给腐妞找个白黑老公？结果生个孩子是黑色的，能不能四哥脑瓜能不能直冒烟？老铁，能不能 CPU 干烧了啊？看公屏要土豆粉的，土豆粉现在没有货呀，家人们，土豆粉现在没货呀，明天吧，好吗？因为你现在拍完之后呢，不一定啥时候到货，发不出去。田小姐。明天呢，看晚上能不能有啊？有的话，第一时间给大伙上啊。现在没有。五岁是叫五十岁了吗？十六五岁不算五十岁，五七三十五岁吧。小十了也不是五岁呀，小十是六岁，小十了也马上七岁，小十了马上七岁了。石头跟 seven 一般大，啊 ，seven 呢？石头跟 seven 一般大。滴滴滴，明天不见不散啊！感谢家人们啊！现在几个宝宝？现在剩几个宝宝？现在剩五个宝，剩六个，剩七个吗？你定下去还定着还是俩？定着还是俩啊？家人们还是两只。啊，三，你过来，三来。三吗？三三要溜达，三要吃完饭之后愿意溜达。我现在你没发现吗？三人勤快，这帮狗蛋谁也没三人勤快。三人愿意溜达。三人今天吃了，三人吃的指定少，他没有小，他没有腐牛蛋的吃的多。腐牛蛋得晚上得吃一百个饺子，我跟你说，你听明白吗？腐牛蛋得吃了150个饺子。嗯，腐牛蛋溜的多。看小狗，等会儿啊，饭后百步走。明天呀，咱预告咋没了呢，家人们？那个预告啊，预告没了吗？家人们，那个预告，哎，哦，出来了，
我寻思预告咋没了？明天宠物用品专场啊，家人们啊，咱没点直播预告的话，点个直播预告这儿呢，家人们，4.8万人预约，现在已经是4.8万人预约呀、啊，老铁们啊，4.8万人，将近5万人预约，老铁们，宠物用品专场，嗯，我现在宠物用品专场我都不用出视频，老铁们，这点直播预告的人都已经5万人了，点咱家直播预告都已经5万人了，啊。玉米好吃，嗯，叮叮叮，火腿肠收到了，狗狗特别喜欢吃，感谢啊，感谢婷婷家啊，看迷糊迷糊，嗯，小迷糊，再看小狗蛋子啊。小狗蛋睡觉了，再演一演一，下回给他们整点啥吃的呢，家人们啊？下回给咱狗蛋他们整点啥吃的呢？换个节目啥的，直播间一定得有节目，没有节目不好看呢，是不是家人们？没有节目不好看，给咱狗蛋整点节目啥的，嗯，整点啥吃的呢？下回给他们几个整点包点馄饨吃。嗯，小迷糊这不马上过生日了吗？家人们，小迷糊还有多长时间了？28号，再帮小狗蛋的满月的时候，小迷糊蛋的过生日，我看一下子，牛排，做牛排，咱下回给我蛋做牛排呗，是不家人们，做牛排也行，嗯，我看一下子。小迷糊是，我靠，家人们，小迷糊蛋是30号过生日吧？是不是？啊，18年，19年，2021、2023年，小迷糊蛋4岁了啊！30号，这不下周六过生日吗？是不是？小迷糊蛋的马上4岁了，啊？是不是30号过生日？小明话是不是30号过生日？家门他是30号过生日还是31号过生日？啊，我记得好像是马上就跨年了，到底是30号还是31号？我就整不明白，30号吧？啊，还有8天，12345678，那就是30号。是不是？啊，30号。对，小迷糊蛋他是30号晚上10点出生的。对，家们是不是？小迷糊蛋是30号晚上10点出生的。小迷糊蛋咱回家的时候就31号。就咱们在小迷糊蛋呢给小石榴做完剖腹产之后凌晨3点回的家。是不是家们？对不对？啊，那个时候回家的时候是31号。对对对对对对对。嗯。忘了，小牛蛋生日太特殊了，家人们。啊、嗯。小牛蛋是个早产儿，家人们。他要不早产的话指定是1月1号。小牛蛋呢如果不早产的话他指定是1月1号出生了，天们。小牛蛋呢。1月1号出生，啊，他早产了一天，早产了一天，老铁们，哦，早产儿，迷糊，早产儿，牛蛋知道叫他吗？还记得年少时的梦吗？怎么牛老爷说你生气不？啊？
小明呢有一双美丽而又迷人的大眼睛，嗯，美丽而又迷人的大眼睛，迷糊。嗯，大果便便，嗯，等会儿吧，等会儿马上下播了啊，家人们啊，今天就早点下播了。每天直播两场，嗯、哦，咱们家每天直播两场，然后也是早点下播，是不是？然后再早点带狗蛋出去玩，是不是？明后你回去，你回去别你别上我这儿来。我跟你说话的时候，你不能靠我太近，迷糊。咱是不是一会儿得出去溜溜弯啊，迷糊？你看小明不过蛋了，不过来找我，他不会说话。你看他必须过来找我。那不得放点油吗？啥玩意儿放油？嗯，这晚上三兄弟发那个段子没给点亮点评论的家们啊，点个评论啥的啊，家们点个评论啥的啊，助力助力咱今天晚上视频能上个热门啥的，老铁们好不好？啊，助力一下子，3.2万，才3.2万人观看，助力一下子家们，点个评论，嗯。然后好像让我摁呗，还怎么看的呀？怎么视频太长了？这视频，视频太长也不好看呢，啊、嗯！哎，哎，哎！我头一回拍这么长时间视频，啊，我以前拍的视频没有超过一分钟的，没有超过一分钟，头一回整这么长视频，我的妈！咱家这个酸菜啊，家们啊，待会儿没拍酸菜的话，你们就拍那酸菜啊，想吃酸菜馅饺子的。啊，家人们喜欢吃酸菜馅饺子，你们可以拍的这个大酸菜啊，19.95元，是吧？19.95元啊，拍一发5斤，每一袋都是一个独立的包装，知道吧？每一袋都是一个独立的包装啊，一共是5袋啊，酸菜肉馅饺子啊。等着拍土豆粉的，明天有土豆粉吧，家们，明天啊，是不是土豆粉好吃？我发现现在就要土豆粉人可多了，是不是？现在快手替三兄弟唤醒了一部分老粉丝啊，家们，是不是？是不是得感谢快手官方啊？啊，快手官方是不是替我给咱家唤醒了一批老粉丝，家们？原先在咱们家拍过土豆粉的粉丝，我就发现最近要土豆粉的人可多了，啊。酸菜是用脚丫踩的吗？酸菜不是用脚丫踩的啊，不是用脚丫踩那什么酸菜，用脚丫踩的话那南方大坑酸菜，知道吗？他那么是大坑酸菜，咱家是大缸酸菜，那大缸能进去人吗？那大坑是什么坑，家们啊？大坑酸菜那才是正儿八经的啊，用脚踩的酸菜，咱这大缸酸菜吧是手工腌制的，家们啊，大缸酸菜啊，大缸腌制啊。
我发现虎妞蛋子晚上不找小狗，他不找小狗了，因为每天晚上我都给小狗吃的可饱了，知道吧？然后现在晚上给虎妞蛋子关起来，虎妞蛋子他不找小狗了，原先不行，原先就嗷叫唤，一叫叫老长时间了，现在就没事，也不多做点儿，什么玩意儿饺子呀？是饺子吗？饺子他们今天没少吃，我冻上一批呢。这个饺子啊，我冻上一批，冻了一百来个吧，有一百没有一百个，没有一百个，我估计五六十个饺子吧。坨粉子呀，都不知道土豆粉子日期都新鲜的，知道吧，家人们？我告诉你，每次三幺爹整的都是新日期的啊，我怕到时候吧，家人们，最好是在一个星期之内就给它卖完的，知道吧？啊，必须得保证这个日期新鲜。你整那裤一裤衩子有啥用啊？你整那一裤衩子，到时候日期不好了，对不对？现整现卖不就完了吗？家人们啊，咱为了保证这个日期一定要好，因为毕竟是吃的东西，知道吧？啊，让厂家加班多整点。我看一下子啊，家人们，看一下能不能整点。客服，这个土豆粉是不是48小时发货呀？48小时发货的话，给上点吧，土豆粉，是不是？我给你们上点土豆粉。但是你们别着急发货啊，我估计明天发不走，明白家们？明天发不走。目前有6单。有6单，那也给加上了，上上啊，家人们啊，是不是48小时发货吧？客服，是的话就上，没事儿啊，48小时之后肯定能到货啊。来，你们拍吧，家人们，6单啊，6单29块钱，6单我给你讲解了。看老七啊，你们上吧，家人们啊，这儿呢，家人们，你们直接拍就行啊，你们着急发货这边就拍不了了啊，家人们别着急发货啊，因为到这都是新日期的，现在可能有6单。知道吗？现在可能有6单，有6单啊，土豆粉29块有6袋，土豆粉味道一般，我觉得还可以吧，家啊，我觉得土豆粉味道可以，反正我至少我俺家人都喜欢吃，家人们，俺家人都喜欢吃啊，我媳妇、我爸、我妈啊，咱助理啥的、客服啥的都喜欢吃，土豆粉味道挺好，知道吧？感谢我静文姐啊，感谢我静文姐啊，待会儿别送了啊，家人们别送了啊，12点了下播了，我不给大家播了，家人们，明天早上起啊，人生风景在游走，每当孤独我回首，你的爱总在不远地方等着我。感谢我静文姐啊，我静文姐送的什么礼物？70块钱礼物呢？感谢我静文姐送的礼物啊，那俩石板大饼有什么区别？家人们，6号链接的大饼是稻花香米，品种不一样啊，5号链接是长粒香，6号链接是稻花香，你就听名字你就知道哪个大米好啊，它的肯定有个好的，有个稍微差一点的，知道吧？稻花香米贵啊，家人们，第6号链接稻花香米啊，那是啊，香啊！感谢榜一啊，花卷的孩子在他家可享福了，是不是？我都没看着我静文姐发段子啊，包子的女儿发段子是不是？是不是发段子了？包子与花卷子的孩子，
你的脸像是你的梦吗？头皮发断了，发头皮屑，就你选择一下视频。嗯，那只特别小的是老三，你看吧啊，那只特别小的是老三，这怎么又吃上一对儿呢？这怎么又来一对儿呢？腐牛蛋上奶了，应该是这样，他应该是上奶了，哦，要不他不能过来喂小狗，知道吧？指定是不得劲儿了，我告诉你，啊，指定是有所不得劲儿，要不能过来喂小狗，啊，又吃上了，一天吃八遍。这帮狗蛋一天吃八遍，吃吧。然后我就下播了啊，家人们啊，感谢大家啊，谢谢家人们啊，我下播了，你们早点休息啊。嗯，这手机没有电啊。明天有叔叔鸡排吗？没有叔叔鸡排。叔叔鸡排三元店现在正在想方设法的整点啊。我发现叔叔鸡排现在要太多了啊。是不是鸡排？嗯，买大米的，感谢水中花啊，谢谢家人们啊。小狗卖卖，想要小狗私信主播吧，啊，家人们私信主播啊，然后主播就下播了，家人们你们也早点休息啊，谢谢大家啊，谢谢家人们啊，一直以来对我们的支持，谢谢家人们对我们的支持啊，谢谢，家人们明天见，拜拜。感谢家人们，拜拜啊，大家伙早点休息啊，晚安啊，家人们。听见冬天的离开，拜拜家人们啊。